你们在吗？登录。你们在吗？登录，昵称，还有全域哦，禁言，我有禁言了耶！我来两个，好好玩哦，好好玩哦！我有登入我那个。可以先吃大便吗？对不起，你们现在不要惹我，现在可以那个了，把你们全部 ban 掉，呵呵，好啦，先进什么？视窗截取 AirPlay。嗨，月海安安，好啦，今天我们要打地狱棋，我们跟风跟风，5月1号就来赚点小钱吧，不要笨我，好好玩哦，不要敬我言，哦，小狗咪，嗨，晶晶，好久不见，劳动节快乐啊，哦，好吧，不要承认你们是老狗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开始魔术塔吧。尿裤子达人前来支持。好啦，先跟大家讲啊，就是，恭喜博万今天生日，然后那个这边也跟大家宣布一下，就是5月30号办那个生日会，只有30个人，听说只有30个人，所以就是名额还蛮少的。梦魇已经绝望了。对，30个人，所以如果公布出来，然后你们报名要快，这样子。好，再打地狱，好久没看我的实况。你是什么是禁？怎么打？我记得那个鬼蝶有给我一个重点，来看一下成就有什么。地狱局会送什么内果精灵？一颗龙壳，六星球。看一下，好，先看一下排行榜，像地狱值排行榜，木有，木有水火无加金哦，木有水火无加，就用它了。木有水火无加木主，就用番茄的。再金不在多啊，真的。报名加一。可是我还没开放报名这样子。价格的部分的话，是希望帮大家多少一点点这样。钱的部分是希望大家帮大家设计少一点点，这样大家不会有压力呀、啊。水火。自己那个视角，我还没情节，下次太对不起红雷了，我还没那个升华他。
我入阵了。是的，而且今天我还要干嘛呢？还要打那个，因为最近有那个我很喜欢那个多人的一个那个 skin 火组的 skin， 所以我还蛮想要的。哎，到底厨子送什么好礼啊？他不是说补石头给我也没补啊，骗子！算了，45颗就可以了。那个啊，等级再金库再高啊，是他打几吗？看一下，好，这样了解。哎，是不是用那个聊天室坏掉了、啊？坏掉真的觉得很靠北，真的觉得太珍贵。我、哦、送新妖精啊，做饭。好啦，我们今天要打龙。阿龙安安，我就问你怎么打的耶。好，看得到哪次？哦，原来是挡人啊，如此。然后要主动去抱他了。越战越OK， 我想要躺着打，是什么？我打一下多少？哎，忘记怎么用了。我没带蜘蛛啊，打一下多少？靠呗！是谁骗我用这只可以赢的？到底是谁？哦，我就忘记怎么打。偏不吃食，哎，他的隐藏条件是啥？怎么拼？农科技的开要破，有破工钱盾哦。
龙科能破，但逢不早讲。不能骂脏话，小强也不能骂脏话，认真绝对不能骂脏话。小强，我们要冷静，我们绝对不能骂脏话，骂脏话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。超迷糊。刷刷三十才会有加倍感觉吗？我觉得打不痛了。我骂脏话比较正啊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的欣赏，我会以后会继续努力的。好，早安安。这是什么啦？
可以的。好，进入王冠了，我想一想，什么东西啊？水火木光暗，水有了吗？水有吗？火木光，水火木光暗，水暗，好。怎么用啊？这怎么用？这怎么用啊？我不玩这个龙哥，这怎么用？这怎么龙哥？这怎么用量子推吗？这龙哥怎么玩？我不会玩吗？这龙哥怎么玩？太神奇了！我不会玩这，那龙哥怎么玩？你们会玩吗？炸了！这是怎么玩？颜色对颜色，绿色吗？好难哦，你们不觉得吗？连连看，广告里看到了。神族对神族的话怎么玩啊？哦，绿色就按绿色。哎，想问一下，那这样子的话，神族要怎样？我想要德隆克啊，神族要怎么用？什么队可以用神族？我看一下。有没有神族的这个吧？不行，这不是神族，不是神族。双八比。哦。全部都点木的，是不是？这样子吗？这可以过吗？不行啊，要去。哦，地狱隐藏三种族是不是 ？OK 啊，三种族 OK 啊。三种族哦，三个种族。水油，我不想用水油。个人类啊，神人，哦，神人妖啦，好，是神人妖了。
生人妖，妖不永生人。满气的神人，神人妖嘛，对，爱情秘密，来吧，神人妖，神人妖，感觉好像一个骂人的话，神的人妖，要注意血量哈 ，Go， 哇，我想那个剪上应该是在那个开，就是在那个开，我想应该是。应该是在那个仙宫镇那边开。神游戏就不再需要是人妖，先把这个杀掉。因为我今天要穿这件衣服是有电的，所以我每次这样胸部的时候就觉得，胸部是不是好硬哦？怎么会这样子？难道细胶垫就是这个感觉吗？先开始。Okay, very good. 好利息。好硬的感觉哦。你看这个真的是超硬的，点也太厚了吧。哦，打死他的小坏蛋，可以要酸。好，这
现总是用水火木工啊。哎，靠北，缺水呢。啊，这要怎么玩？他打下多少？缺水。他打下多少？缺水。怎么办？打多少？对啊，我打算先开，我打算先开就是开龙科，就是把活物先关掉，开龙科。一二五八，好，补血吧，加油！龙克，龙克，龙克！要用水火木。那就算有水火木了吧？我只能这么做了。好悲哦。终于，嗯哼，耶嘿嘿嘿，差点没带物种，你知道有多紧张 ？You know 多紧张？是什么了？有报应，我是报应小天才。看一下，梦魇啦，梦魇啦！那它会掉哦，可可，可可，接下来就是课时了。第一名该不是小贤吧？哦哦，这是谁啊？克苏鲁。然后就是水的那个，就用这对好了，水。水的一二三，奥丁巨蟹双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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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好高级的队伍，救命！所以我妲己只有升华二，应该没关系吧？希望没关系啦。还有一只是什么？我佩服你支持乔乔的精神。等一下，三种只能用的法师，先吃法师。够大只，我背包很迷你嘛，谢谢，救命！哎，我这样子背包才叫迷你，我背包这样哪叫迷你啊？然后我觉得我先把它灌一下，因为我觉得我会吃屎，我先把它灌一下。我先灌一下它，我先把它灌肥一点。水坝可以解三个，但是我没有。早有人可以踢他了，哼，踢他可以踢三发耶，欸，我踢他了，我好棒哦，我踢他了，哈哈，好好玩哦，他好可怜哦，真好玩。只要乱讲话就笨。好，加油。先打灵魂石。不是说精华灵魂石吧，怎么那么小只，怎么会不会被灵魂石打死啊？有可能啊。第一次踢人就上手，抖内，对啊，快抖内我，我好求，我爸是跟我要钱。虽然我姑妈跟我要钱是没有错，石哥哥，这位是女生吗？好，谢谢。抖内，没有，没办法抖内。
Hello, Terry。有人包钱给我，不行，我在这里。都放大了点，怕被人家看到。其实我也在偷偷卖艺啊，没有啦，开玩笑的。圣骑啦，圣骑。当然是开玩笑的啦。好。好啦，这玩笑有点难笑。叫他哥哥嘞，好，妲己满记，对，妲己满记。哎，你爸爸今天没没收你手机哦？李庆哥。女性小朋友，哇！我有好多灵魂石哦，我这是个好棒棒哦！一定要把它吃掉，然后我们向他打梦魇石楼梯。Casting 是香港的朋友，是，她是香港的大美女，是的。哥哥，到底为什么叫曲哥哥？所以你是女生吗？陈述陈述。拜托，完美！哦，超强啦！哦，最近真的要什么来什么哎，救命！我真的太强了，来吧！哎，你们会打吗？我不太会耶。对啊，全术全身是谁啊？嗨，你出了一半的钱买 Note 3。那你是女生吗？眉粉，前面是要磨技能，是不是？哎，我们进错关卡，这是梦魇吧？小怪是梦魇的啦，我会被小怪打死呢，敬请期待。哇，好残血哦，救命！先杀你们！
水浒案。水光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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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火光暗哦，蛮痛的哦。你要买个技能吧，光木水，没有木。光暗水啊，没事，我没事 ，You know 我没事，好，当做魔镜人好了。我刚刚是四只手，你们懂吗？我真的是四只手。水光暗水光暗水哦，切近看我的台，千万千万不要开太大声，因为邻居会骂你，你呢邻居会呛死你。哎，现在哪一只啊？注意，现在哪一只？这个神仙将，这个神仙将，这个神仙将。哎，我干嘛一直消水珠？我以为在玩什么队伍啊？哎，这有没有使用魔法石？好，先吃屎，先目的先打过。
是干嘛的？打击。要长十毫呢，很冷没哦。哎，我还没转完呢。怎么用啊？都要打下就是死的啊。算了，谢谢。
但是打得超级不痛的，怎么那么狂？哦，头好大哦！天哪，我压力好大！啊！哦，我压力好大！天哪，我的妈咪啊！OK。
风。是什么？现在那个人是哪个？哦，这个听讲是需要对吗？啊，什么东西？是什么？我不懂它是什么东西啊？第十六层的地狱一块。我根本就不在状况内啊。哇，好痛痛的哦。那个牌那是几个十颗吗？掉十颗下来太酷了吧！开龙客，啊，要死了！啊，打下多少？OK， 哼，这什么啦？啊，没办法看透本质。刚刚鬼碟有剩给我。
看一下下到底什么是本子。鬼爹鬼爹鬼爹，我妈妈叫我送她钱就好了。快一点，你太慢了，手机荡荡的。哎呦，快一点，快一点。火谁在是星？不是，那是星星。实际是，水实际是星的外形。哦，所以星星是水，不是随机吧？火是。是吗？怎么忘了？他打下多少钱？不是打下多少钱？你的目的是爱，这什么啦？水火木光暗，有水吗？水火木光暗，有诶。嗨，阿宪，宪哥。我压了，不行，打不过。水火木光暗，看我手转水火木。光暗，太神了！这天将太神了，太神奇了，咬死了。我吃了几颗石头？45颗。我现在几颗石头？想想，我刚好像原本是44吧，44颗还是45颗？要打几只才能升华啊？
我吃了六颗石头，是不是？是什么啦？我吃了几颗石头？我想要龙科有这么困难吗？没有使用魔法石，水属性的成员。我思考一下。我头好大。哎，如果用水吸蜡，应该死吧？没有人。但到底怎么过啦？没有水。使用魔法石到底可以多吗？那毒龙队算什么战？毒龙队友啊，毒龙队友加什么？要什么东西？我只是想要跟龙科有这么难困难。这些对啊，这个不对，不错哦。神汉魔是不是？真的吗？三个以上神，那我就这样打。我有练七风王。记得里面有个要主动技的，是不是七风王？老娘的七风王。两只七风王，然后再加一个神汉魔的人，然后就再加一个要神汉魔。我有神，上奥丁吧。里面要塞一只魔族，就你了，看起来就像魔族的送你。这是幸运石吗？好笑，不错，你有笑点。为什么你只有一半的脸？跟你讲，流行啊！现在不是现在流行拍照都这样子吗？波比示范那个人没有，还没拿到啊！哎，有个什么主动技的，就你啦，好不好？好，乖，讲过。对啊。他说三个以上的就可以了嘛，对不对？齁啊，对，放奥丁好像不错，不然放一些没用的东西。好，就你啊，你这个没用的家伙，滚蛋，你个糟老头。挺好的，七风王也是一半的脸，有道理呢，有道理呢。就是这边一半，七风王也是一半的脸啊，现在流行不知道。用言轻轻天讲，
没这个打算。来啦！我们是 cos 即时嘛，月半点点的嘛。这边有切牙，对不对？应该这边比较漂亮吧。好。我上播没有啊？要去帮我。看这个倾向是。洗一下约翰嘛，要洗啊，但老娘没有时间洗的。约翰臭臭要洗。水木啊，吃食，一颗食，来不来了？找到了，真是棒棒！约翰，你到底知不知道现在？约翰哥哥，好了，先让他吃几次好了。不管怎么办，洗完了哈。我真的超强的，我真的是世界上最厉害的、厉害的不得了的一个人。我用石头来洗地呢。
屌不屌？你不觉得屌，我都觉得屌了，不得了。光暗。这就叫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的一个道理啊。第四颗，啾咪，耶！我有石头可以回血了，我觉得好感人哦。OK， 有了有了，好，哎，忘记他这个是干嘛的、啊？他的技能叫什么忘了。光暗兼具血，那就看一下。靠北照上看。
鸡翅果然是蛮痛。好，再一次。哦，我不好吃哦，要被打死了！哎呀，觉得压力大，但不知道吃人可惜。不要打下多少，我也不知道。
在澳洲。希望十五箱可以过。这根本是实况吃屎秀吧？加油，加油！哇，终于打到九个，这个一定超难打，放大。他打一下多少？你可以帮我讲一下吗？到底吃了几颗？没有，今天状况很好啊。其实我今天状况很好，只是心情不好而已。你们都误会我了。我其实转速真的好烂啊。八圈，六个。嘴炮很厉害，林聪明不是石头多啊，没关系啦。哦，打蛮痛的耶，挺好的。哎，会奔他，可他也没有讲过什么太靠北的话，奔他是没有意义的。我们要勇敢的战胜我们讨厌的敌人，他只要没有办，应该没有太过界，我们都要忍耐他，锻炼我们的成长和成就。人生中总是有这些人在抵制你的人生，我们因此而成长。我们应该微笑的接纳他。好吧。真的，我只是想，我只是神佛目光啊，随便啊。
讲别人的话就讲自己，就是我小学的时候讲的话，再吵一下，真的脑袋坏掉，讲真话，水火不容。水火木光暗，水火木光暗，路好远啊！拜，好多石头，水火靠北圈里，终于累死了，但吃了几千颗了。不是，你草草你说错了，你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，怎么是会让讨厌的人更佩服你呢？你应该是让讨厌的人更讨厌你啊，是不是？为什么要让他们佩服我？没有必要的嘛，他们永远不会佩服你的啦。哎，真的啦，相信我了啦，真的啦。他们永远不会佩服你的，你应该让他们更讨厌你。我记得是刘青云说的话，还是谢霆锋，反正他就说，我存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让这个世界上讨厌我的人更讨厌我，怎么样？我就是要做得更好，让他们讨厌他，就是他们讨厌他，就是要讨厌他，不是让他们佩服我 ，you know？耶、yeah, ！接下来是零食了，怎么样可以零食？告诉我，是不是？真的，我看超破的，跟你讲，我连十八岁都看破了。每天你想想看，你让讨厌的人佩服你有多累？那他讨厌你的话，你看每天起来就超爽的，真的，你更讨厌我。我妈妈在干嘛啦？我在开台。光方面很开心。我可以那个、欸，很幼稚。我觉得那个七分王队蛮痛的、欸。哎、欸，怎么样可以临时告诉我？龙队哈，嘴唇真的很好啊，屁屁好痒，我先把我的雪点吃起来。我刚进场才发现我的雪点没有吃起来，真的觉得无比的懊悔，搞不好可以因此的少吃几千颗石头。哦，也没有啦，我也没有几千颗石头可以给他吃。而且小仙还说别人就是说自己，就是我小学五年级说话，你说别人就是在说自己啊，你说别人笨蛋就是你在说自己笨蛋啊，这是我小学的时候。独龙暗室双水室，独龙暗室暗一界暗巨像，但是我暗巨像没有练满。还有没有别的？没有水八对啊，乔八对，小人嘴，哎呦，想看，
独龙队，独龙队吗？按北 OK 临时哦，好，告诉我队伍，定。说别人都是在说自己，你们真的很幼稚。你干嘛骂我？你说别人就说自己呀、啊？你才是最笨的，你最幼稚，你是幼稚鬼，你是幼稚鬼。鸭血对的，陈佑松，跟你妈讲，大老师哦，说别人就说自己，超会。水内杀气的，遮脸对视，遮脸对视什么啦？小学生要划线，哎，到底怎么样啊？你们不要闹了啦！揍你们哦！你们真是小笨蛋！进进进！啊，不是说岸北队的那个人呢、欸？唬我是不是？哦，岸北是不是？哦，他有讲，只是我假装没看到。岸北奥丁，哦，申公豹没练呢。申公豹没练是怎样？哦，没有，申公豹没练就不能临时。奥丁干啥？一定是要意见哦，对吧？哎、欸，奥丁双子安多。奥丁双子安多，有人超多可能讨厌我的啊，你知不知道？啊，等一下啦，两岸岸北在哪里？奥丁比多维啦。岸北奥丁，岸北奥丁，哎、欸，是吗？可是那这样怎么用啊？如果说屁股好痒，如果说好，我有参加排行包，这队怎么那么普通？这样子是可以过吗？你确定？阿九还要破防嘞，按摩羊吧，易建龙，真的吗？真的可以过吗？啊，那个盾怎么办？不是有个隐身盾吗？怎么办？
太太是十分搞笑。好，过，我进去喽。我差一颗星，我就可以那个，我希望可以，我可以临时过。不过这有点困难，以我的专注技术。哎，哦，那屁股超痒的。来咯，要磨技能对不对？我懂的，我磨咯，是他自己填讲的哦，不关我的事。我真的磨技能了，你们自己也刚好看到咯，他掉了五颗下来，不关我的事哦。哎，他干嘛显示骷髅头？哎，这样算吗？太贱了吧！边讲边哭。这就不需要磨、哦。好，来吧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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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你说不磨的，那就不磨、哦。如果你要抹的话，就抹你。我没抹啊，是他一直打我吧？你看，关我屁事啊！看，一下闪电降，要么就不降。打我啊！呀，老王也是吃屎系的一个达人。如果我今天真的临时做的话，我要感谢我的父母，我要感谢。这世界上所有支持我的人，我要感谢神魔。虽然我已经没有在帮他代言了，我要感谢他让所有人知道这么多的人。好难过，我人生。我妈等着要进来，她说好小啊，还都还没零食，就现在讲感言，哭个半。打屁打哦，告死哦，低能儿！说你可以打，哼，你可以打会打屁。
哎呀，没叠好。好，这边是火木广水火木吧，水火木。然后这边是水火光。水火光，水火光的人，水火光，水火光，但是没有火。这个是水木，水木光，看木光，水木暗，黑色光的水木暗，水火光，好像是黄光的，水火光。小天使还没好，快一点，这个慢的。哦哦，这个会被解放。这个慢的，好困难。哦哦，你看这只坏掉了。哦哦，
OK， 现在目前都还没时候，只是看不到聊天室，有点紧张而已。这边是要打扰你是？我不太懂。我开错了，操你妹的！看来要重打。真的，我没有看到你们，我好紧张哦。好难的哦，这那个什么自爆，压力好大。我能打死好不好？真的不好打哎、欸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不要压力，可以骂脏话。你根本是想听我骂脏话吧？少在那边给我装爽。
好，可以魔镜人的水火水火光。火木案，然后光暗木，没有木，嗯，也没有木。水火木，水火木，这一大钻木珠是水火木，光暗水，光暗水。光暗水，水火光，水木光啊，OK 我好紧张啊，一波带走，感谢，吓死我老娘了，我好吓死了，他差点没自己吓抓鸟耶。
他妈的超伟的。是吗？我掉卡了，我没有查好，我还以为那什么打嘞。我居然死在这里！我要尿尿！重来一次。我好难过，我哭了。我可以哭吗？哎呦，我好烂哦！
我以为我打得过去，我居然死在那边，好难过哦。好了，我们选了。好困难。好难哦！我以为我打得过没整好。叫叫光光暗火，光暗火，水火光，没有水。光木火光，加油加油加油！零食零食。
好烦啊！我好累哦，现在几点了？我还有45分钟可以零食，到底可不可以零食了？哎呀，我只是想拿个龙壳，怎么又痛？我要录影，这样子我就可以显示我很厉害。大家好，我是小乔，马上变了一个声音。我现在要录影了，我要打的是这个梦魇级的东西。啾咪，讨厌，要么打人家嘛，我超讨人，讨厌他们的，讨厌。那你全家哦，兄弟！咻！万一下一回合是 CD One， 我就超载了。没死哦，哦，不错哦。我想说我是CD王就超赛了。好啦，现在我们进入第三关了，哇，我真的好棒，打到第三关了，我要给自己拍拍手。那我快没血了，所以我现在要开双子补血喽！救命！哎呀，烧到外面了！哇、哦，真烦呢、欸！啊，没有啦，刚刚其实只是我刚刚只是不小心的，救命！我刚刚真的只是我刚刚那个是谣言，我很凶，其实我人真的没那么凶哦，救命！救命！好烦哦！你没有学杰林啊？我怎么会学杰林？杰林这么漂亮，是女神，我怎么会学她、啊？哎呦，怎么学那么像啊？哎、欸，我要补血怎么办？没得补了啦，都你们了，低能儿。火木光，火木光，啊，这要怎么办？烦死光暗火，哎，不行啊，没血怎么点它？
很烦耶，我压力好大。再来一次啊，好热哦。好折腾我，我的妈！这天降是来的，怎么回事？寿司表示阿妹都不开我。我是不随便开闸门了。希望每一回合都这样讲，像我压力就不会那么大了，就不会少了很多忧郁症的人去自杀之类的。You know？我到底要害死多少人啊？你我的 K， 我的 K， 水火暗。光暗水。水木暗，光水火光。水火光，再来是
光暗水，没有没有。暗水木。OK OK OK， 再来就是第四关了。都三回了，太好了。哎呦喂呀，好难哦！这是一个哀哀叫的时候。好、huh?
这个天降财神啦。不停量是怎样？当不停量还在干什么？我这不整我？啊！啊，超惨！不知道天降木珠在天降啥时候。怎么样就洗太神奇啊，自己都觉得难以相信啊。太神了。我绝对都不会，绝对都不会死在这个地方。我发誓，我绝对不会再死在这个烂地方。这边开什么好嘞？就这样子了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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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降吧！没有天降，带不走。你们觉得带着走吗？两个 combo， 赌赌看吗？他防御力，哎呦，1320耶，不容易，有点可怕。这样带着走了吧。
拜托带着。哦，吓死我了！第九关了，我的妈呀，好紧张！苹果的那招不要考一下，先把血补回来。有点心度等等用，反正没留太多了。哎呀，天降掉了！靠，看这个血量是太神奇啦！这时候开什么好嘞？你像流好多汗，这样补血补得回来吗？别紧张，乔乔不要紧张，你做得到，补血补血补血，你做得到，乔乔你真的做得到，你不必这么害怕，真的，你真的不需要这么害怕，你做得到，你做得到，你真的做得到，你真的做得到，你真的做得到，你不要害怕，你不要害怕，你真的不要怕，你不要怕。不能输给那些人！会补回来吗？有，会补回来。累哦，我在闹冷汗。你觉得这个过得了吗？要打什么？现在打什么？啊，绝对不能死在这边。如果死在这边，可能会哭哎。你们觉得怎么办？我看他打下多少，打下多少，真的好紧张哦！怎么办？你使用战术，对吧？双子模样一波带双子模样。真的是双子模样吗？你们真的觉得双子模样 OK 吗？真的吗？你是真的战神吗？下水滴，怎么办？水是爱，怎么办？我现在要开什么？先告诉我嘛！我下一关是什么忘记了？水火木是不是不能看安多啊？双子模样一波是不是？零号啊！我压力好大，我吃死了啦！烦了，我真的过完了啦，压力好大。我跟我妈讲啊，你们不知道我压力有多大，我一直在忍耐，我很害怕，我怕到一个极致哎。第二颗
水火木风。没有光，水有，咱俩都可以赌一波的。我有在看聊天室，我压力很大。好啦，今天就拍在这边，我觉得好难过，好热。好吧，今天就这样子啊，这就是人生。我为什么不能领直工？我只是要拿一个龙壳，我只是想要拿一个龙壳，为什么要这样欺负我？晚，拜拜。